E 一共有几画？这一看就是三画啊，都不用数。他问第一画是什么？应该是一撇儿，我就这么写的。哎，这怎么会错呢？第二题是个油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油应该是五画，没有问题吧？他问第四画是什么？一二三四是一竖，这个短，这个长应该是这个长的，这个怎么样？是对的呀。他刚是不是识别有问题啊？第二题，急，哎，这个是连起来的一笔，所以这个字一定是三画。然后第一笔是这个，我也是这样写的，怎么又错呢？这个怎么回事啊 ？B 一二三四五 ，B 是五画，然后他又问第四画，一二三四，第四是一撇儿。下一题，这是又是对的，这个系统肯定有问题吧？罐子最后一道题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罐子是九画，中间这一竖是连起来的。他们第一画是，应该是这一竖，这个提交，怎么又会错呢？这个卷子有问题吧？喊你多动点心。我小时候就这么学的呀。